不打双换线，你看他们。但是人有点多啊，4-2啊，不是要美跳跳死了呀？哎呀，啊，不如不交闪。对啊，人都给血，少哇，点了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看T1，他也去刀还好，猪妹其实打赵信不难打。猪妹前面打，猪妹以前就是好打赵信，打 AD 打野前面就休息。但这个拼成啊，这不好拼，但是把命要交出来。不是，跳回血吸血征服者啊，飞哥应该跳走，要跳走，这里不能。不是致命节奏，瞬间步伐确实这个时候不能。完了呀，三重全没了，飞哥小闪卡牌过来这个位置，我操，直接闪，飞哥跟闪跟。但是我觉得吧，我赚硬杀呀。其实上路是飞过来是亏线过来的。你说卡牌吗？对，人家资源也吃到了，一级血翼是的，一级血翼很舒服，但而且挡了第一个剑之后，哇，宝贝儿很舒服。大魔都在问师傅你叫他的，我操！哎，卡莉莎大招不交吗？卡莉莎得大吧？还行，省下来了。哎，可以在第五层。但这样的话，卡莉莎大，但要是自己可能有点危险。大招，哎，什么一草稳？Faker 没大吗？没大，没大，在那个 F 轮都不用了。古玛这个位置啊，赵鑫来了呀，赵鑫很舒服。好，追不上，追不上，跑太快。追不上。他的 F 轮都不用了大，这波有大的话，我觉得有点炸了。有大的话、Elk 感觉就直接要被 RA 斩杀了，不行。很舒服，一换一。还是那个问题，换不了。泰坦升七级了，越不了。还想越吧 ？BLG 这浪费太多时间了吧？不太好越。对啊，早点走啊，可以交车了。第一把，第一把就是还没结束，九分钟，别急。第一把九分钟还没结束，别急。哇，这把这泰坦是不是有点太肥了呀？正常对线，我觉得泰坦加好吃牌、但是有点肉。我拉回来还能杀了，我操，可以拉回来还在傻子凳上面吃伤害、还可以啊，有配合的。主要是古玛月不帮他打技能，裸这个感觉合适，打别的感觉打塞纳泰坦裸这个有点，而且对面是猪妹，也就打小炮有点。他有进化，但是感觉跳过来死了呀。伤害很高，伤害直接灌死了。必死。欧暖能留下不？被减速了。哎，上什么？有疾跑。赵鑫来了，应该死了吧？闪现牌。闪现牌。大。哎，跑了。哇，还要反打，因为有 W， 这次还有 W， 吃了块饼干。飞哥跳过来，二这个兵哥，没闪的，阿兵没闪。哎，被打到了！我操，赵鑫真能打呀，兄弟！战神赵鑫，好猛！丢牌，没 W 的应该。哇，还杀了。可以。这挺赚的呀。给我感觉飞哥在猛跳啊。一直在跳，他第一时间把那个卡牌倒到右边，感觉是有机会，他省大，他第一时间不想大。那个先锋，哇，右边有四重了，我才发现右边有四重。这版本四重真差不多的，你就少包四重。哎，忘了这个位置，被留住了呀。他有减速免疫。古玛游戏有闪。这不交吗？啊，这么稳。胆子很大。跳左。交。哎呦，还手位扭一下，我来了呀！我在后面闪现一，哎，但是进化，哎，R的有点晚，没打出来。啊、这 TP 的是亏啊，太打太打，亏都用了，没 W 吗？完了，两个都死了，两个都死了呀！哇，完了，说大晚没闪现的阿兵，哎，但有复活，哇，还行。还行，猪妹来了，这两个打得过吗？打不过吧？打不过，这两个被我，哎，不是被我，啊？他是吃线的泰坦，我操！泰坦和猪妹操作你，好猛啊！不是推得过别人的，因为他学艺，你不可能往前敌用一。但学艺你可以吃塔下兵啊，就比如说塞纳去游走，你吃塔下兵 E 的话就好新兵。我也不清楚，我的能打吗？这个？哎，我去撞了这个小炮啊！小炮有闪，飞哥往 F 六那里交闪。杀不掉啊 ！K 黄没了就有点不行了呀。没了呀。其实这把岩雀其实很重要，不能死的。哇 ，Faker 拖了好多时间。又跳走啊！兵哥有大吗？吃个果吗 ？A 刷新 W， 跳哦，没跳走。哇 ，Faker 有点果子过敏。这个感觉。下面位不是对，一直吃果子，感觉卡牌没那么好杀。他就不想吃。阿兵倒是挺肥的这把。哎，勾到这个赵鑫。没他有闪，
开造性倒是还好，但是他、这个、我一直追啊，这样要哎卖了，他的名字也变成那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的名字就是不是右边全都是空子，我操，动都动不了了。塞纳 W 猪妹 Q 猪妹一猪妹二，泰坦大都没放呢，有这么恶心吗？这个阵容，我操！还是主要 Elf 这把一级那个失误之后就，就这把就很难站起来了，连锁反应没办法。他们想用先锋开头，哎。泰坦有大 ，Elk 先打泰坦吗？这个大耍的很好，带了三个，然后抬的也很好。哇，阿闪！我操 ，Kira 啊 ！Elk 没闪先死了呀 ！Kira、这操作真有点帅吧？你泰坦吗？对，他是 R 了，我复活了。宙斯是不是省大了？我不是，怎么赢了？我以为要爆炸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就赢了？哎。他应该是想让队友这猪妹回来打，有没有他想 A 龙刷新一下 W 啊，训练训练步伐，他要 A 一下，但他 A 了好几下呀，一直在刷新技能吗？是的，一直在刷，刚打 W 然后被大龙打，被大龙喷，这个怎么死了？打团之前你站在正面就没用，一定要在边线。对，而且就是小帕那边打起来，队友去帮他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对，不是小帕去帮队友。哎，这过上去感觉有点开的三个，但是跟不了输出。但是卡牌一直在带呀、卡牌在带线，现在奎山你能守吗？守不了吧？可以清兵。哎，大哦，大上去 A Q A， 哎呦 W Q， 哎，兵哥，哇，这种时候说实话，哎，还是因为。没机跑，没有机跑拉不开，你就算闪了你也要死，因为别人有机跑。兵哥，什么意思？水龙魂一拿，赵信更加往前顶，真无敌了，真无敌。波波往前顶，他们还想抢啊？别人卡莉丝怎么抢啊？往前顶，眼雀绕后没了，宙斯没输出，都没输出，而且有水龙魂一直回血，往前顶，赵信直接往前闪现，火炮刷三二一，三二一，那他有进化，移速没他快，跑得巨快，在那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到底？确实，这把机会是给的有点多，因为 T1 的核心输出这把是小炮，但 Faker 这把机会给太多了。主要是没人打小炮啊，他自己跳上去，或者是自己被打断。其实刚那个位置根本就没有人能打小炮，他慢慢打前排就行。赵信已经算是白给的，一波了吗 ？Faker 复活了。哎，走不了哇、没跳出来是吧？他控制底下没跳出来，闪现也没交，往前顶，虐拳很舒服，往前顶。不是，哇，感觉 Faker 不是很舒服呀、这 icon 好像有事。哎 ，Carry 这么装的，我操！直接连他，不是，那不是死了吗？这交响跟啥？跟啥呀？跟啥 ？A 再 A， 有治疗再 A 一下，爆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呢？这？他为什么脸探草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哪里吃了？他可能不止吃了，可能还吃，可能吃了远程兵也吃到一个吧。A， 哎，寒冰这个真的好恶心，我操！一级打寒冰在野区吗呀？打二猴子没对呀、上嘴里他没惩戒的呀，猴子啊，能抢吗 ？A， 妈呀！一级追两级打，我操，这三级了快，还在追呀、！W 再把阿兵打断一下吗？不打断了。三个怎么越啊？不好越啊，有意的扛不了，打个被动。不是，只能让兵哥扛啊。真越不了，越不了，越不了，越不了。等他一到再越。但是我的就是要经验了呀。三级了呀。对啊，他今天全吃了，感觉死了也不是很亏啊，这不。是你的话，你是不是能接受啊？这个。感觉还行，因为下路在转啊。哎，谁在扛？我在扛。打个被动，闪现拉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还有 E 再往上 E， 我操，这就是宙斯的操作吗？但是感觉没有用啊，其实。算是挺帅的。拖时间的。哎，左啊！定住 ，E 了两个 ，buff 连着一直 A， 队友赶不到，太远了。A， Faker W W W Q 闪吗？不用 Q 闪，对，不用 Q 闪，对。主要是中路这个不能死啊。这把打到后面可能跟那把维古斯有点像了。威古斯打那个飞机，就这种对线打到这样的话，补刀应该不会，但是哎，兵哥有刀，没用啊，有意的呀，这怎么杀呀？对啊，卡梅有意啊，卡梅有意的，是肯定杀不掉。就是奎章提他卡梅尔，他只要在你 R 之后再用意，你是绝对杀不了的，你只能打他血。压力有点大呀 ，carry 啊。那个经典卡牌和寒冰那个 Q 闪 W 闪，就是你用了之后一定反向。哎，
就是没招。啊想先吗？先 A 一下。哇！先 A 一下。678，我操！发财了！还好。熏，无敌了吗？熏有一把。熏，完了。熏啊啊！回家。他身上钱就2000多一点啊，最多。对，差不多。300，就算1800、2000，两千左右。是啊，他就变一倍，哇，大不了。G。点了，这种双射手死一次后面真止不住，你没办法，一直死，对，你会就本来就这样的嘛，对吧？左边优势，那个咱们一直都优势。我德莱文，要不出狂妄吧，直接狂妄。啊、你杀人那个叫攻击力的那个、啊、呀？这那个不是那个虐菜什么藏语主播出的那个装备吗？哎，那没办法。哎，小扎古马尔血，尼克来了，好像可以杀。寒冰没大刀，可以杀。寒冰大刀的话，可能都是被换了。是的，还可以。这波塔前好像没吃到啊。那个对死了之后才掉的，那挺好的呀。就那个下了那波开始，哇，这把昂其实是最容易被德莱文杀的，他是没有进化，然后他自己是凯斯塔，不能拉他，然后他又没有那种，哎，顶上去，完了，这位置了呀，招闪吧，闪现 A 吗？不闪现 A， 他不想闪现杀这个人，嗯，看起来、啊、是这样吗？看起来，这很明显啊，他绝对能杀的，对吧？这个、闪现 A 是肯定杀了呀，他可能不想杀，哇，完了，被，哎，我感觉被操作了。这个技能教的不好，就你 W 过去，其实单杀、啊，其实因为你 W 过去，旁边200%会用阿朵，那个啊，就那个打那打不能 W 可以起放的、啊，有点急了。那怎么办？就你 W 过去，但是啊，他落地的时候你 Q 他必中啊。啊，这个没必要让青钢也开吧？对，现在青钢也是要打输出，不能开团的呀。对啊，没必要先说纯输出的呀。我觉得应该是要 Faker 跟他们两个人的位置要换一下的。嗯、Faker 绕后，青钢赢在正面。Faker 绕进去用 W 先拖时间把阵型打乱。哦，宙斯一打一打起来，哎，这大那个 Elk 有闪现啊！不，主要是暗有大的 Elk 其实还好，打一个，哇，开的很好，宙斯开的还行，但是哎，宙斯闪现开了一个被拉回去的，还可以啊，换人头了呀，嗯，而德莱文那个被动掉了，但是两个战神还没死，这两个人是战神啊，真的是战神吗？感觉不太像啊，感觉不太像啊，感觉是玩具啊。冰，哇 ，Q 到了 ，A 减速，我操，二段 Q， 现在宙斯变成战神，但蓝不多，哇，古毛就没反应过来，死不了，这个古毛就没反应过来呀、啊，叶子风人应该还不如叶子风人，确实叶子风人不如叶子风人，他杀了吗？这没杀吧兄弟们，是不是没杀？这上路线没人管，他们想打小罗，哎，L 子在干嘛？有卡莉莎装逼是吧？卡莉莎有大招装逼是吧？哇，这大招伤害真有点高，啊。射到真好了，熏这个位置，熏有闪现，飞卡还在拉扯。马游戏一波团一下都没 A， 哎，一下都没 A，、啊、闪现 A 到了，飞大的了。啊，古曼小生有治疗吗？治疗拉扯、不太敢上。嗯，哇，没了呀。哇，狂妄！哎，我操，狂妄叠起来了。飞卡二段刀，哎，一波了，绝对的。哇，狂妄，真叠起来了。他生气了呀。哎，古玛尔西，古玛尔西主要是前面团开起来，前面十秒钟一下都没，直接生气了，一闪开谁了？他就哎，我看了他那个就是大招先打个伤害对吧？对，大招大招伤害对，挺高，大招伤害确实挺高，23层，其实没什么用，我觉得。嗯，但其实狂妄这个装备就算叠的不多也还好，装备属性，对，他本来也没有那么差，而且死了不掉。也不是说这个装备顶上去往前顶很舒服，很舒服一刀往，但是我感觉德莱文还是暴击西南刀那个伤害爆。你说那个无尽，对，他无尽西南刀刚才那一刀昂直接死了，叫收集者、嗯。这个装备还是得 A 两三下厉害一点。J.K. Love 和那个都不是这么出的吗 ？J.K. Love 和那个汉萨，感化人确实能接受。哟。好像不能接受，快了呀，不能接受，好像不能接受，死了。我刚刚说能接受，好像不能接受。谢谢。你跟小金是中文交流是吧？不，这段时间是中文、韩文都有。双语。嗯、没有，我这不是说好吗？还是被玉啊，左手有踢，能救吗？好，左手有踢的，左手是有踢的，踢了可能就走，他们也找张要月堂，踢了就走，
迷幻仪 A， 左手要闪现大不追，他没大，他中路有大拖前、但我觉得迪文赚了呀，左边都用了一个 TP， 右边都没用技能，十分钟和121其实挺多的，远程这个已经很多了呀。哎，八枪死了，死了死了，闪现牌必死。感觉 Canyon 玩厉害就是因为他不死很难死，但是我感觉 Owner 有点弱， TP 奥文叫羊死了呀，两个都死了，感觉还是说卡莉莎搭救他，预判羊的位置，预判那个没了呀，选出来的我都不知道在干嘛的，说实话也挺肥，又闪开又闪开又闪开，勾到小兵，他的梅尔要跳，跳着不是没想吗？跳到来了来了，被动两个被动，大招回血回血还在回血，还有被动两个减十减十减十，二闪现运哇闪现运出三个，三个吗？三个三个，哇这就是平香安妮，平香安妮感觉巨重，牙膏和奈特的安妮都玩得很好，开的确实没了吗？结束了、这波其实飞哥开得很好，但是安妮反手这个。有点爆，没有啊，不可能呀、你刚才干啥了？150点，发现哦，我知道了，刚才你发现你的龙虾被我发现了，所以说突然159啊，没有，他们是伤害159，哦，那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龙虾被发现了，对啊，我也想这个，我操，我龙虾，哇，还在左手，但是没有伤害扎克，扎克来了，没用，为什么队友都在打架，都打到一半，你现在才过来？妈呀，你来收割的吗？还真是，来，安妮换掉了吗？啊，你没死啊？没死，要死，没死，没死，要死，死了。然后自己死了。吃果吃不到。什么？没镜头吗？没看清。你也开始洗了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没有没有镜头呀、我干嘛给他洗呀、我这把已经是我目标很明确啊，这个一坨、一坨。我已经那个，我没必要给他们洗啊。一坨被动是捡一坨，玩的也是一坨。一坨一坨，飞哥过来想开团，飞哥我开团开的非常完。我还以为他要变成四坨，结果没有被动。不是，这感觉零作用啊，是副作用，副作用。但中上都是副作用。嗯，感觉这把啊，下路也是副作用，打野还有点作用。辅助零杠五。对，下路也是没作用的。这多没作用啊，这把。打野勉强有一点，但也不多。我、想先我。秒不掉吗？但是有牌哦，还是他了。哇，还是声东击西，定一个这个，然后杀那个。哇，杀这么高啊！左手标记了杀人数，每一把都杀人数吧？他岩雀也是杀人数。你说下把吗？对，岩雀那把不也出了吗？我后面那把没看装备，没几看装备，原来那把也出了杀人数。我怎么总感觉这把 MVP 要给 K 皇呢？虽然说数据没那么好，但我感觉安妮这把的作用才是最大的呀。不给这个吗？啊，一坨，四坨，一坨吗？马上就四坨了，马上就四坨啊！来了，一二三四，不给这个吗？你这个，我说实话啊，这把这个不一定是最没用的，我感觉亚索和他差不多，对吧？亚索感觉也很没用啊。哎，过了。700块钱，如果这把真要选 MVP 的话，首先，我感觉虽然上路和下路的 KDA 确实挺好，但是画面感没那么好。飞，如果说到 KDA， 很小心。还上来打你，死了呀，死了呀，必死，必死。啊，出。刚刚说很小心，给飞壳，不是给飞机。爽。麦当肯定能接受的呀，这些。啊，什么意思 啊扛这么多兵硬打吗？感觉 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在的好 W， 但是 W 就 W 空了都完全打不过。对啊，那他到底在想？我操！哎，那个有闪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疯了？什么意思啊 ？EST 啊？打建模那个？要送就是要送，不现在不能舒服，我发现只要舒服了就会往前顶，还是就会死。哎，六级了！直接哎，不小不小不小，但还行。哎。哇哇，还赚了！爆炸，不能输。宙斯，没大，没疾跑，也没 W， 一下小兵锁头，没了吧？
他能走吗？有鞋子的。没W，死了死了，没了呀，点了。这人晕了，人晕了。上面吃了，下面吃了。兵哥没响 ，EQ。哇，想走位、啊，只要被带回去 ，W 顶下控制 ，AQ。QA 有点简单，是有点简单，主要是那个卡牌想扭那个 Q， 结果直接被打破了。哎，这我就没闪现了，哇，好大！这波大起来。如果 Carry 闪现躲这个大招能杀吗？但是你闪现躲掉的，感觉不小顶号了呀！代码的维鲁斯不要啊，那个哎。这能杀吗？我操！宙斯第一拳把队友挡技能，全残。现在踢啊 ！Faker Fly， 要飞了，这下真要飞了。Fly， 相信刀，相信刀，直接打，哇，大到了 ，W 没中。有冰渣，保持距离。哎，保持的不错。哇，这个拉扯的还可以，但是有炸药包，英雄登场。死了，应该死了，还有那个的，中王就是打不过飞。W A A 闪现 A， 哇哇减速哇减速哇哇哎呦哎呦我操哇哎哇，这就哎哦，这就是 Faker 吗？连扭了，这个位不是没响吗？哎，为什么在这儿？哇，好大的大招！变身完了，而且还有一个飞吧？完了，着实没响，完了。刚才5.5，现在直接变成37开，他拿了个大头，直接37开。本来5.5，对，现在4.5变成是73。他可能捡到小地图了，他不想过去的，因为他过去撞了，他出来也会被开。他可能点错了，那他可不是可以不上那个？对，他点小地图了吧？哇，还是挺痛的。这宙斯还没做出来败魔，但炸药包没了，炸药包没了。这样小龙感觉还是会打呀 ，TY。感觉宙斯的血很少啊，他是不是符文没点那个成长血呀？你说小天赋吗？对，小天赋是2个成长生命加过度生长，等长翼啊，等左手长翼出来。补刀补着补着，卡牌已经经济追上来了，刚才还落后1000，现在已经补回来了。哎，很舒服，都没闪，勾断，能跑吗？回我拿一下，被抬回来，没闪现的，可以。你必须不是，是很舒服。确实很舒服啊，这个很舒服。对啊，这条龙拿的巨舒服，想往前顶阿兵，没必要急吧？顶不了，没火炮，主要是没火炮，因为出了海妖。又拍到这个大招，这个没闪，龙王强化到了，哇操，这个范围，哇，我操，完了，中水死了，完了。感觉其实，哎，要不给了？怎么说呢？200血的塔，要不别守？这感觉啊。中塔掉了也能赢，因为这个中塔本来就早该掉的，对吧？对啊，他们两个血顶号也能赢吗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哦，有人在里面洗澡。真洗。不是推塔真会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会这样子。好难受，在里面左来摆来摆去。这个你有冰杖有意见的，你这个时候是本来就是动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很难动的。哇 ，owner 往前顶。他这个有点疯。我感觉他跑是能跑的。就疯了，有点真不想走啊。小了10秒，经济优势一点点，这波小龙团很重要，但这波还是没有强化到，还差，我看了还差20，刚才是220，还差20层，220他叠20，就275左右他就能有，还差，20多层，但是飞机打炸药包，他们也不能拖呀，他们只能开呀，这个感觉，两边中单都是有强化大的，你一波我一波，这得打呀，这边只能先开。兵哥是不是想开他绕后啊？宙斯往前顶，虎子兵哥绕后看看怎么开他过门。哦，兵哥已经完了，这眼上，还在拉扯，没有定点控制，没有锁头。阿文刀为什么没放出来啊？阿文被禁锢了。被谁禁锢了？卡牌吗？闪现点，我操！我操，很舒服，但是兵哥被追着喷。飞哥追谁啊？owner 一丝血锁住了，龙还拿到了。飞可，我操，两个。不是飞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我操，一直往前顶。我看飞哥第一拳这卡牌，我以为要赢了呢。BLG 主要是 owner 一丝血锁住了呀。哦，锁住了，没了。对，我看空调这边那个，有点热吗？对啊，空调也往前顶。我看空调怎么没那个啊？奇怪啊，没用啊。对，这把说实话是赵信都挺好的。
你说不行，位是吧？对，位是没法往前顶。他们这样追人，飞哥有强化搭，左手在侧面没用啊，你没人能往前顶啊，只能跑，被打了就跑。对，我发现别人来追你，你只能走。对，被打就跑，没办法打呀，这团就是。一点劣势都不能有，打团一碰就碎。这真不能接吧？兵来了，真不能接吧？真不能接吧？神兵天降，这波打果子，这波就黄牌 faker， 神兵天降，直接 faker， 锁，大招赢了，可气吧？有人往前顶啊，那边这做事往前顶啊！哎呦哎呦，我一个人顶，哎，这位这个闪有点快了吧？感觉可能是巴特在闪，他怕了是吧？对，飞机感觉闪快了。EQ， 兵哥有闪。兵哥，这脚感觉要死了呀！啊，要死要死要死！这个位置就没想走了，想换换不 了，被 Q 到了。我操，可惜刚兵那边绕的挺好的。好消息是把龙王的赏金拿了，坏消息是龙王还有强化的。对啊，还有下波还有。你这个小龙什么意思啊？宙斯 W 啊！哎，真秒宙斯吗？不好吧，这个大招有点随。哇，本来就伤害不高，啊，还要去大龙吧？大招浪费。别去大龙啊！大龙，大龙的，别刚小龙，别刚小龙，大龙，大龙。我操，这个大招，妈呀！哎，我你要哎，我把自己卡住。开大，闪开 LK， LK 要叫闪。哎，这不叫闪吗？为什么开的是 on 啊？哎，飞哥有秒表啊，务逼啊！这个开的挺好呀。哎，但飞哥没状态。哎，很痛。开了金身落。兵哥来了，兵哥有眼啊。龙王强化已经放了，还挺痛的。兵哥，感觉这个位置要不要杀？要不要飞个杀了？要不要飞个杀了？有点难，主要有个奥恩，可以吧？哎，这样可以啊！我往前顶，照闪现把飞个杀了。但这个位置啊，熏啊，你怎么没开了？啊？坏！我操！我操 ！Q 闪差一点点 ，Q 闪中了，杀了呀！中了肯定。Q 闪这样 ，Q 闪 A 一把，然后到个，就是还在往前顶，我操，都在往前顶，兄弟们。这把宙斯往前顶真死不了啊！好肉，哇！这个画面，他出个锁链，加锁链给谁呢？飞机吧，应该是，还是威鲁斯？感觉都可以给，感觉就如果是都可以给的情况下，就没必要出。啊！这锁链这个东西，就是对面有一个人很需要你给，你会出啊？你给了飞机，为了攒你很多。对啊，卡牌其实现在伤害也不低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出这个就浪费了呀。这把说实话。这个位置卡牌开大了，看到这个鬼在绕后，快跑！左手没闪，但是没看到塞纳那个大招，左手死了，为啥闪？左手必死，我操！卡牌还在下路，卡牌还在很舒服，爽吃宝贝，爽吃，加没了，爽吃宝贝，问这干嘛？赔都死了，我也赔你死。但不是，我真的不是在干嘛，这什么意思？完了呀，爽吃宝贝。但是爽吃宝贝，这个没事，反正他一个人也守不了。哎，要可想断线吗？没线的，被追，一直被追。有闪现，换不掉奥恩呀，奥恩线大三秒钟，他大三秒钟。奥恩这个千变点满了，很肉。T1怎么还在追人啊？不打大龙吗？就想杀人啊 ，T1。哇！他们为什么不打大龙，也不去推上路，他们就一直在杀人啊？感觉兵他们很想开这个 owner。我也不会拍这个眼的呀，他不是傻子啊，兄弟！现在魁章体没有那个石像鬼板甲，真有点难受。你像以前把那个换成那个板甲无敌了，盾2000是吧？那个直接嘣！现在已经3000多了，打到现在，你看他的血，应该有快3000多了。我刚才冲击赛的挖掘机那个什么血手那个盾也挺夸张的。嗯，因为血手加振奋。来，开刀，还有个有闪现。哇，龙王！哎，好 ，Q 到小兵把中亚骗出来。我操，一个 W Q 下 R， 好痛。飞客有 TP 的，飞机是不是有拆包啊？飞机枪几？哇哟，宙斯还在往前顶。A 一飞机有拆包，拿了拆包，拿了拆包，锁古玛游戏，古玛游戏死了，很舒服，这波打团。Owner 有机会，有机会。飞客下来就被控，还在啊？飞客没有 ID， 他一直被控。哇 ，Owner 还在往前顶吗？但是哇，宙斯杀都杀不掉，宙斯往前顶。我说实话，这个龙王，龙王没动，什么都没动。闪现大招都没放下来，龙王第一波再被打残了，回家踢出来什么都没干，妈呀赢了，我操了，我上我也行。Fake 的 ID 已经被遮住了，全都是眩晕 ID， 我上我也行啊，往前顶，奎桑提还在往前顶，还有闪，哎，哦，奎桑提顶不住了，在扛塔，推塔吗？有没有 E？ 没有 E， 要死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啊 ，EW， 不是他不推塔吗？
T1， 这为什么还在杀人呢？我操，兵还在 A， 但是兵的蓝不多了。不是他们还在杀人吗？为什么啊？就就不 A 就不 A 一下就要杀，就不 A 就不 A。我操，就啊，大招清兵，我就把你们全杀了。我操，我大招还把家园卫士打断了，往前顶。欧娜刚好，欧娜刚好偷个卡牌，是不是卡牌的魂拆打很快，往前顶。哦、这是重原因。我操，往前顶，一直往前顶，无脑往前顶。要不然小闪上吧，怎么样？很舒服，真的。但正常来说就是会有打野来啊。嗯，飞哥。但是有闪捅过来台，打出相位、啊、反向。我操！飞，这么帅。飞哥，你没发现吗？他 MSI 每次第一把、第二把、第三把打得不是很 好，但是第四把跟第五把妈呀猛得跟鬼一样，我操！说好的熬老头呢？哎，奥文这样子扛一下塔被定住，哎，往前顶，奥文啊！哇，这个他这个 Q 没穿到，我操！要跑，完了，六级了、啊，有没有 Q？ 好像没有，没饼干，没饼干，没饼干。不是 Kira 是在勾谁？哎，他为什么勾？我去，卡利我卡得很好，想杀这个杰鲁斯，四个人来杀了吗？造型到了，我、哦、还可以，变换了吗？哎，完哦，还好有闪。哎 ，R 啊，还行啊，这样挡了第一波伤害。哇，被斩捡回来。他没闪，抓到没闪现，闪现开，左手有机会吗 ？Owner 没用大招抵消控制啊，他直接死了。有看错了，我以为这打野是那个泰坦，我说怎么要出钩，我说要出钩，结果是打野，好了下塔。是啊，这里肯定要被吃吃一塔，你打起来。嗯，左手 DF 二连，左手闪现一个青盖的贴，青盖没大呀，没大怎么杀？能杀吗？还是能杀？确实可以杀。嗯，对不起，我刚想，我刚想的是泰坦有没有寡。这个先锋想接吗？魁有踢的呀，奥文在下，奥文也有踢，这个直接踢过来，打断了呀，去勾勾了兵哥，泰坦加眼雀打一套技能啊！哇，闪现打断。哎，迅开刀，闪上飞可。金刚一闪一，兵哥，我操，一闪一，哇！奥文单，但我觉得奥文已经尽力了，是他闪现打断，没办法。我觉得问打断是打断的很好，嗯，要打断，这么不打断，这边要爆炸了。对，这个、差点磨到不然的话，尼克一套就快死了。眼圈下路。哦，哇哇，杀了杀了杀了，跟过去了。问了这个位置，我操，270，宙斯这个位置感觉要死了呀。上面发现一个兵，宙斯，我 W 挡了挺多伤害，但是还是要死，没用啊、全是闪现。我操，我操，起飞了呀，BLG，无敌了。对，卡米尔这个节奏真有点起飞了，超模了，超模了。真超猛了，一直有人，现在已经都很谨慎，都不想给头啊。嗯，现在都不想给头。现在如果只要再给一个头，感觉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。现在你谁死谁爆炸。对，暂时现在。哎，这个闪现开，开到 owner 这个位置有大招，但是好像死了呀。哎呀，大不来，哎、大的谁呀？大，而且大的位置有点好。大的是左手啊。哇，这位置大的有点好啊，这个地方。飞哥怎么在那儿？一换一。我说飞哥怎么在那儿？血量是满的，而且在这里干嘛呢？他怎么在这里啊？我不知道呀。也不是被逼过去的吧？我不清楚。是不是刚才被追的，然后开大过去的？我这我反正看的是左手用闪现开到 owner，开得很好，但是被鬼上去大到塔里面死了。然后呢，飞哥呢？哎，抢越塔、哎、carry 啊，感觉没必要吧，没必要吧，真没必要吧。说实话，没必要这样玩，清杠赢了。那肯定不能闪现。我操，好快啊！哎，还是哎，教养，没闪的。好伤可以啊，哇！我操，大龙了吗？还是稳一点小龙。其实我觉得，啊，他们想逼中二吗？奥文没到，塞纳没到，尼克没到，中二他不好推吧？中二他是个最差的选择啊，小龙或者大龙啊？求稳，现在再去打，打个小龙感觉是有的，小龙应该是有的，大龙不好说，大龙有点冒险。
因为想去大龙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可说实话，这把还蛮肥的，一百多层吗？对，一百多层三件套，这样他没想到卡米尔在打，而且没蓝色好像。对，这样的话感觉要偷掉了。他们是猜到别人在打，但是这个位置啊，大龙要有了，这个位置啊，有了呀，大龙绝对有了呀。欧纳尔直接被 R 下不去，我操，冰哥，操作无敌了，无敌了，这个位置无敌了，超模了，冰哥，有复活甲的，有血手，没事，可以扛，队友跟上来，无敌，结束。一波了，一波了吗？绝对一波了呀，这一波了呀！我拖了半天，被一波拖大龙直接击溃。哎，宙斯胆子挺大呀！被一波了呀，这个这二十九秒能一波吗？有点难。二十五秒，青钢影一脚就，嗯，一波了吧？绝对一波了，这个。有机会，确实有机会。对，百分之百一波了呀！这不是有这一波了呀？这一下就一波了呀！我操，这个。有点帅，这把 MVP 感觉都不用跑了，这肯定是就冰是吧，只能是冰了。W 宙斯，你有没有那么快？我操，搞这么帅的吗？你干嘛？恭喜！那决赛还是 BLG 打歼击啊？嗯，就是一号种子到一号种子吗？乱杀 BLG 牌子亮起来，就是一号种子到一号种子吗，兄弟们？无敌了呀！